不曾想过未来的某个美丽日落，轻轻的你会想起我，你身边正春风经历花香的诱惑，岁月长河，冬去的浪漫还是悲歌，谁只因柔情相伴烈火，我相信心中的阳光永不会谢落，永恒的心在时空穿梭，生死抉择已经无路可躲，但是爱不能躲，永恒的心与幻梦交错，这是什么？公事？野战公事？谁负责的？是班长让我负责挖的。好，你过来。长官，您叫我。不叫你叫谁？处理。你告诉我，你这挖的是什么？报告长官，这是机枪工事。吴班长，等，带两个人把重机枪给我架起来，我看你们用多长时间。是。是。走。哎呀，你上来。范爷呢？你说这地方能架机枪吗？屁架。这么点小地方，拉屎都蹲不下，还架机器？快快快，使劲儿！这是使劲儿！快快快快快快！别抬这么高！放下放下放下，把人弄平了，弄平了。报告郭教官，你看我这就带人推着，重来行吗？你楚世新以为这是做买卖啊？跟我这儿讨价还价，可是我实在架不了，你说你让我咋架呀？我要你架，我命令你架，马上给我架，就在这架。我给你看着时间，五分钟之内给我架起来。是，架。郭教官，你也太苛刻了吧？公事不合乎标准，我们知道错了，我们想重来，你又不让，你这不是诚心让我们出洋相吗？谁呀？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话？我让你说话了吗？学员张学良正在跟长官讨论问题。你就是张学良。郭教官，六年前咱俩见过，你给我上过地理课。讲过咱们东北的地理，那也不意味着你有资格跟我说话。从你张学良入校的第一天起，就应该知道我陆军讲武堂的规矩。甭管你是谁的儿子，只要一进讲武堂，就一律平等，一样训练，一样学习，任何特权必须放弃，任何长官的命令你都必须服从。是。哎呀，走。报告长官，机枪架上完毕。这什么公事啊？这是野战公事吗？这是重机枪公事吗？你们五班
今儿晚上别睡觉了，重新给我弄。明儿一早我再来检查。妈的！来个人把财物抱过来。哎，好嘞。哎，我说韩晶啊，要不去那边睡会儿吧，剩下这点活我们个人带上就完了。对对对，你去火堆旁边支支腰。真不好意思，受累了让您。少来，你没看咱的郭教官对我们的态度？你没资格跟我说话，你谁呀？你没资格跟我说话。让他知道啊，我在这偷懒，他还不得呲的死我呀？是这样的，哥几个，我在咱们那个总司令部掌勺那会儿就听说过此人。早年他参加过同盟会革命，当年要不是他的女人拦了法场，早当乱党给判了。这再后来又去了北京读了陆军大学，毕业后啊回到奉天未受重用，又去了广州投靠了孙中山。这广东护法失败后呢，才回到咱们奉天，到了讲武堂给咱们做了战术教官。怀才不遇啊，这种人怪不得肚子憋了那么大火，见谁就要革谁的命。你翠香楼大茶壶你能弄懂他？我跟你说吧，这人呢不抽不嫖，一身正气，还懂现代军事。就这种人放咱们部队里边啥都不干，都一身虎威，你都得怕他。怪不得人家叫他郭鬼子。你还真别不服气，这人啊不靠关系不靠裙带，那是真有本事。来，放一铲子。接下，妈的！我就不信他郭教官名还能挑出啥毛病来。哎，汉江，你再学一个呗，你学的挺像啊。教官，我觉得你这是故意。你没资格跟我说话。我让你说话了吗？你没资格跟我。我觉得怎么怎么地，怎么怎么地的，完你就过来了啊。然后过来了。你就是总司令的儿子？是的，我就是什么那个六岁的时候跟你学过。那你也没有资格跟我说话。老爸说：“哎呀，你这个东西啊，你这个点心不好吃，厕所挺好啊，我来把那香料给吃了，你知道吗？你小子就得了，留那钱干啥玩意儿？海干青，来过来歇会儿。来来来，加点水。你下来干啥呀？给你钱去。你把你脏衣服拿来，我给你洗了。我没脏衣服。哎，老楚。”你在部队当连长那会儿，不用自个儿洗衣服吧？哎，好，差不多得了，一会儿晾着就干了。说说，是当连长好啊，还是在我们这当班长好？当连长。你知道这当兵的是啥吗？是啥？神仙老虎狗。哎，这有意思啊！说来听听，说来听听。你看啊，这当兵的手里要是有钱了，饭店、妓院、大烟馆里一泡，这不是神仙，这是什么呀？啊！当时做那菜，我可以吧？啊！军人手里有武器，慢点。哎，手里拿枪的军人凶得很，哪个行当的进来你不得砍一脸呢？老虎，那狗呢？碰上大战恶战，命不值钱，活得像条狗似的。三天吃不上饭，长事儿。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咱当兵的啥日子都得过，是吧？我是不知道你父亲知不知道下面的状况，兵不好带，乱得很。我那个连170号人住山边上，每天晚上我都睡不着觉，我生怕呀，他们把那些武器弹药卖给那些山上的土匪。要不然就是怕他们偷吃那些个，哎，再加点，老百姓的什么猪啊、鸡啊。
还怕他们生病？一病啊就死，咱又没啥好药的。还有这事儿啊？所以哪儿都不好混。那么，要没有郭教官那点狠劲儿，还带不了现在的兵。慈不掌兵啊，心软，还真带不了。来来，韩青，搭把手。大少奶奶哟，喜顺，快进来，快进来。韩青从学校给你带来包东西，真的？快赶紧打开看看。哎，这韩青可真行，你看这脏袜子脏的都能立起来了，我赶紧给他洗了。别呀，来人正在外边等着呢，你看有没有现成干净的衣物？他真是没得换了。哎，建秋，把那空包拿进来。好。拿两条裤衩。哎，他还说没说缺点别的什么呀？要说缺，那就多了。学校那条件哪能跟家里头比？但是你不能给他带，不是我喜顺多嘴啊，就这他都应该自己洗的，学兵哪能这样？脏衣服带回家让老婆洗，别人知道了会笑话他的。那咋会呢？你没听人说吗？蒋武堂就是个玻璃鱼缸，六子什么人？总司令的儿子，他目标大，什么人都盯着他，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眼里。你这么做不是帮他，而是害了他。那咋办呢？得对六子说，只此一回，下不为例。就这都不能让帅爷知道，要是知道了，六子这两个月苦那是白吃了。帅爷现在对六子入校的情况可满意了，嘴上不说，脸上全写着呢。托人打听多少回了。走了。大姐，请按以下事项逐一办理。一，蒋武堂西面有一家酒馆，号一口香。请往掌柜预付酒菜费用，计300元整。告诉掌柜，此为175班张姓学员储蓄。另将家中上好疗养老烧一打，同时储备于柜上，待我请喝交友之用。哎，建秋，那疗养老烧还有多少瓶啊？多着呢。二。蒋武堂教官郭松龄家居城南石库胡同3号，郭七在城南学校教书，大姐可代我与郭七交道，联络感情，指师生之礼。你们有谁知道这些是什么吗？徐声音，阿道，你说这些都是什么？报告长官，这太简单了。简单？因为简单，咱不敢打，怕你老人家在里边设了埋伏。山炮，我有那么阴险吗？不是阴险，是独智多谋。还骂刘旭？好吧，既然你们怕这是陷阱，我就自来自唱吧。这些是什么？这是目前我奉军每一步兵连的所有标准武器装备，从一粒纽扣到炊事班灶具。全在这儿了，灶具也算了。我的妈！
张学良同学，到。你为何要笑？我笑我们又做了一回山炮。这才几天呢，张公子也学会军队粗口了。你知道山炮是什么意思吗？山炮就是山炮。你是真傻还是假傻？真傻。你知道山炮在军队中代称什么吗？第一，山炮是一种武器的名称。第二，山炮一词被士兵们代称为那些傻、笨蛋、做事欠考虑、莽打莽撞、山炮、衣着过时、说你山炮、知识陈旧者，一律统称为山炮。学文见长啊，学良同学。可你知不知道那些兵痞在这个词里埋伏下了多少下流含义？啥含义？你果然是门山炮。坐下。古人之治兵，先求将而后选兵，今之言兵者，先招兵而并择将。张学良同学，明白我的意思吗？不明白，长官。我的意思是，将来这个建制连、建制营、建制团的连长、营长、团长，就出现在你们这些人中间。你们必须要像熟悉自己的器官一样，熟悉一个建制连的所有装备，每杆枪、每颗子弹、每把锹镐、每口锅、每只水壶，以及所有的备装。别以为这事儿简单，每一装具的作用、性能、协同关系，以及和使用他们的人的关系，加起来就是咱们奉军部队的全部战斗力。往前走，走走走，快往前走，快！上！都给我快点！这么慢的动作就是找死！快！上！给我！拿着！混蛋！哎，来客人了。哟，哎，你们是第二上讲武堂的学兵吧？咱脸上写了字了，瞅你穿的衣服。不管脸上写不写字儿，咱都得问一声。现在有规定，这你们要是学兵啊，咱现在不能卖酒。咱不买酒，咱有酒存在这儿。前两天有一个叫于凤至的往这送过酒，还记得吧？啊，你就是。对对对对对对对，你呀，先把酒赶快拿过来，然后一盘酱牛肉，一盘羊杂碎。再来一锅炝锅鱼，快！好，好嘞！等一下啊，快上酒。怎么样啊，哥几个？酒来了，没别的，一是累，二是馋。整天让人管着，我都快疯了。你呢，学成？挺好。嗨，我这脸。一瞅就是听人吆喝的，咱俩不都一样吗？喝一个，来来，走走。小姐，鱼来了。哎，来了，喝来了。哎，哎呦，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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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来来。哎呦，来来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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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小心倒来。来来来来来。给你个鱼头，哎，嗯，吃啊！韩青，哎，老实说，我不想干了。
吐血报告都写好了，一会儿我就交上去。你想退学？哥，可耻！我可耻？我可耻了怎么地？整天到晚让人管着，从早晨号一响眼一睁，到晚上号一响眼一闭，跟牲口似的，什么都得听别人吆喝，连上茅房都得请假。我是受不了了，我实在是受不了了。人家都能受，就你受不了？我是不行，我也不想行了。这哪是培养军官呢？啊，这就是把你训成一头驴呀，汉卿。鲍玉林的灵魂是自由的，我干点什么不行？我非得在这当一头驴？你撕了我还在写。我告诉你，你要是他妈再敢写，我就弄死你！瞧这点出息！玉林，你要真不想干了，你也别写什么书了。我跟我爸说一声，找一个大家都有面子的办法。去你妈的！你还出息了？你还找你爹了？都他妈有爹是吗？啊！咱们这几个人，在这金鱼缸里还他妈不够显眼呢！啊！怎么了？委屈了？都委屈了？是不容易，谁容易了？怎么了？那还有那么多人呢，不都这样吗？上一回咱们夜行军，我他妈也快撑不下去了，那走一步啊，难呐，我都他妈快一头扎泥里了。可我心里就想，我前面那哥们呢？他为什么就能一直往前走呢？我就盯着他背后那枪，一上一下，一上一下，我就盯着。我说这就是我的目标。你看看人家，只要他不倒，我就不能倒。人家行，咱们都不行。啊，都不行吗？哟，还添点啥菜不？这酒咋都没下呢？老板娘，啊，你觉得我们这四个谁长得最好看？就这个王八羔子样还好看，这个是单薄了点儿。听到了吧？拿着，跟老板娘干一干，就拿壶，干完了，这事就算过去了。大姐陪你喝点。敢吗？喝就喝，有啥了不起？吃饭。太太，来客人了！来客人了，太太。太太没在，我去找她。您是郭师母吧？我丈夫是郭教官的学生。哦，请进。哎，哎，哎，
不是，做学生的一点心意不成敬意。不，茂晨没这习惯。哎呀，风俗嘛，奉天就这风俗。再说哪有学生到老师家空着手的？我今儿就是来认认门的。我叫于凤至，我那口子叫张学良。哎呀，你是张家媳妇儿啊？啊，我知道了。茂晨啊，都跟我说了，我那口子在家任性的很，恐怕在学校没少让郭教官操心。还好吧，茂晨跟我说，连着两次月考，张公子都拿了第一。是吗？哎呦，他可一句都没跟我说过。我心想，他那秉性，还不得把天都捅漏了。真没想到，张公子有你这么个端庄大方的妻子。哎呦，什么端庄大方呀？我家那公公啊，这夫人请用茶。治家跟治国一个劲儿，十条家规，时不时就开会。你叫什么专讲世家做人道。我叫小凡。这家族大，规矩也大。做张家媳妇儿，哪是外人想象的那么容易？给，这是我们凤至太太给你的，替我谢谢凤至太太。那你俩平时谁管谁呀？那男人咱能管得住？管不住。没人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你们张家男人也太好当了，就两个字就能把女人指使得团团转。哪两个字儿？我要，我要。他就二郎腿一翘，往椅子上一坐，一张口就是我要这我要那。哎，就这会儿啊，人在讲武堂呢，那纸条不断往家递，我要这我要那。你说哪条哪件事你不得给他办喽？那老的是不是也这劲儿啊？不，老的不那样。那老的呀比小的厉害，人家从来不说我要，人家说你要，人家说你要怎么怎么做，你要怎么怎么样，那不还是我要吗？那能是我想怎么的就怎么的？那你们家张公子进讲武堂，到底是我要啊，还是你要啊？师母真能取笑，我是认真的。师母，您想想，这么一个尊卑有序的家庭，哪样能是让你晚辈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呢？那哪件事不是那老的多少年前就设计好的？他说我要我儿子学军事，他就得去啊。还是个专制的家庭啊，传统家庭，传统家庭。放心吧，茂晨昨天还跟我说，张公子进讲武堂是进对了。你家先生也这么说呀？我们国家的军事教育，那比起日本，比起西方列强，落后多了。那日本的皇太子在他们的士官学校，那也只是一名普通的学员。普通学员好，不了解现代军事，不了解底层生活，不了解士兵疾苦，那不也可惜了吗？哟，川味牛肚，香肠腊肉，今天这是怎么了？嘿，广味的香肠吧，这是。啊，都是些稀罕玩意儿，哪儿来的？你学生家属送的。我说怎么尽可着我的口味送。嗯，谁啊？张学良的太太送来的。怎么，不受用啊？我还真是小看他了，跟我来这一手。都是一些家常干货，值不得大惊小怪。如果真的是送一些金银细软的来，我还真是不奇怪。偏偏可着你的口味送，不轻不重的，让你拒之不得，受之不爽。他的太太贤淑懂事，更像他的姐姐，我哪里好意思回绝？你不知道，整一个讲武堂，哪个教官公职不对他张公子逢迎巴结的？唯独我拼不买他的账。
他却不轻不重的给我来这一套。那他还不是一纨绔？纨绔还是纨绔，有聪明蠢笨之分罢了。墨尘，他不是你一个普通的学生，而是你一生中一次重大的机会。是不是机会？现在看还为时过早吧。你能把你一生的理想托付给一个19岁的渗透身上？那还得看你怎么塑造他。如果机缘巧合，托付得人，那就是管仲之余公子小白。后来的齐桓公。退一万步讲，帮助一个青年成长成人，也是你这失职分内之事。如果什么都见着亮了，也轮不着你来做了。起立。大家请坐下。坐。大约是2个月之前吧，公署的日籍顾问菊池点名让我做向导，接待一批来自东京的日本陆军大学师生。他们一行83人远道由东京赶来奉天，做什么来呢？是来实地考察当年日俄奉天会战战场的遗址。你们当中有谁知道这个遗址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吗？就是3天前你们野营拉练构筑野战工事的巨流河一线。你们175班开挖工事的位置，真是当年日军第3军乃木希典将军指挥奉天会战的前线观察所。也就是在那儿，我亲眼目睹了那些来自日本东京陆军大学的学生们对他们先辈功勋战绩的狂热崇拜。他们在现场放肆的、疯狂的尖叫、鼓掌、呼喊万岁。最后，每人手里捧起一捧黑土，用白手绢包起来，带回东京。我是当场唯一的中国人，这场面强烈的刺激了我。那可是我们中国自己的土地上，同学们，我姑苏您感到羞愧、耻辱和心痛。是的，我姑苏您不禁要问：你们对发生在自己脚下土地上的那场日俄战争有多少了解？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1904年至1905年间，日本与俄国为了争夺中国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的控制权，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进行了一场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战争。日本的胜利促成其在东北亚取得军事优势，并取得在朝鲜半岛、中国东北驻军的权利。这场战争不仅是对中国领土和主权的粗暴践踏，而且是东北人民在战争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和人身伤亡。英雄们，全都上个阵，向前看！兄弟们，中日的国鬼子团盯着咱们了，都给我好好整，听明白了吗？听明白。英雄们，再来一次，听明白了吗？听明白。向后站，走。换换，快点换！是175班吗？是的，快点。不错，有股子气势。
就是战术动作而已。这是一区队最棒的办法。快点，坚持！你们这群废物，快！快点，快点，快！快点！赶紧的！等完事之后，把张公子给我叫过来，我倒要见识见识这位皇太子是的学问。是。啊！你快点！别跑走！快点！快点！啊！给我头抬去！这也太神了，总司令的儿子又是满分。嗯，我看看，给我。很成熟的答题。还有些个人发挥。报告，郭教官，校本部让你去汇报夜间战术科目安排。好的，我马上过去。无可挑剔。你不觉得蹊跷吗？蹊跷？哪儿蹊跷？最后两道选择题都是冒陈楚的，所有学员都没答出来，唯有他张大公子满分，这不蹊跷吗？你是说，郭教官提前泄题张汉卿，进而趋于奉迎张总司令？也不是没有这可能。自打杨雨婷出事以后，我们留日士官派集体受挫，他们陆大派可着劲儿的想要代替咱们。你的意思是？报告，进来。你是张学良？报告教官，是的。不错，你们班的动作非常不错，我看是全区队最棒的班。郭教官不在啊？他去开会了，我代替他验收。咱们班憋足了劲儿，想挽回颜面，没想到郭教官却不在。你是说郭教官不在，你们觉着不过瘾？有那么一点点。这我就得说你两句了。你父亲送你来讲武堂，可不是让你和哪个人来叫板的。那倒是。古人云：“天下之命悬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预选左右。”太子，早预，选左右，啥意思？就奉君而言，你张学良可不就是太子吗？早预就是早接受教育，选左右就是选择好辅佐你的人。教官，这都民国了，你这么说话，你还挺现代的啊！你父亲对你寄予很高希望，让你早早的接受现代陆军教育，这没错吧？那倒是。这不就得了？反正你早晚都是要带兵打仗的。我没想那么多，好好的打仗干啥？对了，我叫胡兰春，也是你们的战术教官，日本士官学校八旗生。那你跟杨雨婷、徐树铮是同期的？可不是嘛，一棵树上的杏儿，人家红得发紫，咱还在这儿青不溜丢的混着。明白了，胡教官，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班了。下去吧。谁是张学良？怎么又是他第一啊？他你不知道，总司令的公子，能不第一吗？他妈的，这算咋回事啊？咱这讲武堂真成的老张家的了？这太混蛋了，有这么干的吗？太不公平了，凭啥呀？咱们一会儿去教育处讨个说法。对。走走走，大家都去。
北京那边孔家店都砸了，这张家店也得砸他娘的！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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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江，总帅，江，你大山胡会真这么省劲儿啊？别啊，班长，你这是骂人呢！哎，行行行行行，咱再来一盘，我就不相信我还赢不了你。哎，老楚，干啥？我得给你出个主意啊！嘿，你得叫人重画一棋盘，改改风水，要不然呢，你就还得输。我踢死你！真的？啊！哎，哎，那谁，你现在就给我画副棋盘？那我可画不了。范岩呢？范岩呢？说你呢？我啊，嗯，班长，别闹了啊！咱是个粗人，连根线都画不直了，还画棋盘呢？你想不想画一个只赢不输的棋盘？咱们班还真有个人能画。谁呀？谁？月考第一那个呗。人家各方面。老楚，哎，你说这事儿怪了。刚才我去伙房打水，这所有人瞅我那眼神都怪怪的。这走在路上，别的班的人都绕着我走，我跟他们打招呼，他们也不理我，这什么意思啊？这是，韩青啊，这人呢就不能出人头地。你说你月月都考第一，有这必要吗？啥意思啊？没啥意思。要我老楚说，你汉青啥都好，就一点错了。你干嘛是总司令的儿子？看看吧你，撞头撞到我这里来了，怎么可以这样呢？不就是没有月考吗？有必要失声横谋作弊吗？这样不仅不能帮助汉卿，只会害了他，甚至会关乎大帅的声誉，更严重一些，会引发学潮。北京的学潮如今都已经闹到了全国，屁大点事儿都有可能闹到街上去。是的，长官，我也在担心此事，怕就怕咱们教官中真的有人趋于奉迎，主动泄题。只不过咱们尚未掌握证据，所以这还要啥证据？傻呀你们！重新考一下不就有证据了？马上去吧。出题要独立，监考要严格，程序要可靠，结果经得起检验。马上去吧。是。相信心中的阳光永远。